我这次可能会走六天，然后我不知道几百公里，应该蛮长的。那很累是一定都是会很累的，我相信就是，但是我觉得妈祖会在旁边保佑着你，对，所以我觉得累是很值得的。 我习惯尽量走越远越好，我很希望走到最少走到那个新港，那新港就加那个去程，回来没有时间了，我要有事情，我最少走4天。